那应该是要下棋吧？嗯。好久没打都。那是什么东西？过气的。没有过气啦。哎 ，LO 不是也要出很类似地下城的游戏吗？啊，就是也是打怪的，有啊。我那时候看不是 LO 自从说什么有什么有手游啊，有什么东西就开始扩展任何市场。他刚不是说做格斗，然后一个是对对对下棋跟炉石吗？对，还有那其中一个就是有类似那种几个人组队，然后就是很也类似那种横向在打怪的。是哦，我可能没看到那个。嗯，我当时看到是有机器人。哎，都好了吗？啊，好了吗？等我下。不见了。哦，没关系，我正在蒸汽机。我有看到，所以我也在蒸汽机。看屁啊！好爽啊！不挂台了。拜托。然后学之前一个朋友也不算朋友啦，讲不听的朋友，讲不听的朋友，只要换麦卡利都死都不换，整场大绝没开过半次。他说只为了等海来，他说游戏可以输，就是、但海来一定要有的那种人。Okay. 他就是要扣那个大绝在最后一刻放，然后上海来。对。对他真的伤害来了，但是那个海来还让我们的那个车子到点就输了。我是听不太懂的那个。嗯，我听懂啊。哇，我票哎、欸，我没用完呢、欸，我700剩下140哎、欸，好多多，我剩8，爆完了。江江准备 OK， 表示他在等我們。没有他一直都压着 OK。对，表示他在等我们。是吗？他有讲话吗？没关系，他被丢了包就怎么死了？我怕他被丢进去，然后直接被马上龙咬死，我们任务就出来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还是等他等死，能死一次就算了。那我们还是继续压吧，继续争气吧。嗯。如果你忘记开麦，要记得开哦，江江。蒸汽机这边有，哎、欸、有哎、欸哦，马上就好，你去找。哪里？这里啊。公鸡，燕雀石，钢弹，给肝脏都好多、哦。它好像会保底一颗钢弹，是不是？是，对啊，一颗。因为我记得每次找好像都有钢弹。
下午好。哇！我有一次睡前忘记，就是那个不是三灯之后，那个老头在左边跳来跳去吗？我就忘记按空白键去洗澡，洗完回来他在这边是挥挥挥挥挥，然后我好对不起他、喔，挥好久啊。对，他是叫我一直过去，一直过去，一直挥，一直挥，一直挥。人家很累，你也不体谅他，人家老人了。不是，我那时候用十块钱卡键，我知道一离开十块钱还卡在上面，可是空白键弹起来。他是不是？我总想要台湾水电工的情节。哇！还是我们就直接走读他有没有被丢那边？你就只能祈求他不会被丢包。对啊。被丢包就像上次节操那样子啊。那要两个人被丢包。对，要两个人一起被他丢了。走，走吧。对，我等下。现在我快满了。我等下是不管，直接冲到你们旁边去。我快满了，等我一下。主要是保佑他是被丢到金凯鱼旁边，回来说：“哎、欸，哇靠！”就我们打完他，竟然他也还没有回来。你没有看到，我觉得。好，开始了。对着你。翼龙会不会独行？哦，我被丢了。我没被丢。江江呢？哎、欸，这边只有我，不用怕。啊，江江在，江在营地，江在营地。好，没事没事。好，从十一下来海边，他往一号营地那边走。我看到了。那我直接去一号营地。好啊。哇，黄还有黄鹿恐暴龙。嗯，他往二号走了。有拉了一坨屎，丢掉。我快到了，可以打、啊。好，叔叔妹。叔叔。我是钻错洞了。在这里、啊，水啦！水啦！Oh my god！ 终于装船起来。有回来的声音。好像没有开麦啊。哦，又是我幻听。啊？怎么了吗？烤肉。身上有块生肉，刚剥翼龙剥到的。
OK。啊！我有炸倒了，没事。哦，有人在他的脚底下烤肉。白痴哦，烤失败了啦！我忘记怎么按了啦。跟音乐吧。声音跟爆珠差不多啊。不是啊，我把声音关掉啊，你忘了哦。哦，对哦。啊，他是不是摔倒了？欸是越来越会中医摔啦，哈！已经是水势装太强了。我喂大家吃烤焦的肉，还帮到了满足感，再吃，吃。骚鸟，在哪？这里。哦，在下面。麻痹，哇死哇！呱呱！我被麻下来了。好，有他有他有被麻了。我没料到飞翔爪也会被麻。那会啊。他知道了，他现在知道了。可撞。撞下去。很可怜的、欸、样子。诺叫，还有点撞死。我没石头了。哦，打不了，穿不动。好了，你尽力了。挨得很大声的，啊！你是拿水质哦？对啊，对啊，哦、拿水质啊！可以免他了。啊！等一下，我好不容易睡他。好，这是红在这里，我就有就撞啊！哎、欸，瞬间移动，对啊。我的爸！我的爸！哇！我跟着他一起瞬间移动、欸，哎，我一定是悟空。我看到，我把他炸到另外一个次元了，完了。好，一分一小时七分钟，好，又有东西可以捡了。要看，我又瞬间移动了，趴去！我的爸！江江那边网络是不行啦，炸掉了。江江，我每次跟江江和杰超玩都会发生这种事情，来找他们开的。搞没呢？啊，死狠啊！哎、欸，黄鹿不要，黄鹿不要，我会死。啊、黄鹿，你不要。不要麦兆啊！我死了！啊，他怎么瞬间移动到这边来了？我们那是被黄鹿推的。是啊、哦。他回到过去，他回到。我觉得大便，我觉得过去的时间点。
敢不敢来踩洞啊？敢不敢过来啊？不敢。啊！他吐你口水啊！啊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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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没有，他吐口水。哎，吐爽没？尾巴怎么还不给我断？你那个会断吗？会啊，他那个是斩击啊。我来啦，不要跑那么快，我要戳你的尾巴，就像你死了一样。补货补货，会不会死的？真的是，不是补货，你补货不要再戳了，不要再戳了。好，不是，给你，这是补货。是啊，啊不是捕获东西比较好。哦，没有，我想说这我是捕获。哎、嗯，我知道。你的意思是就是想把他杀，是不是？你说。啊，我只是没有，我只是想断尾。如果死了之后也要断他尾。你刚刚不是冒出了这种？哎呀、啊。没错。大毒的，寡妇也会。我的，我以为是捕获的。打完全家没回来。夸张，夸张！啊，有了，天顶！啊，这白白的东西是什么？手势体术。哎、我的片手剑快要用完喽！我有四颗有爱攻击珠了，太棒了！你只要差五颗哦。就想说有爱撑到满啦、啊，还可以用攻击。好了，下一场要别人开啊！谁有古代树的雷二？还要一场？雷二要两只，古代树要两次啊！哦，可是我没有，我也没有，不稀有吗？嗯，你有古代树的雷二吗？看一下哦，因为的话就是分开打，等他回来再打调查。可以啊，可以打古代树的长火，再打一击那个雷二就可以了，也可以。嗯，我去接一下。嗯，不要。什么龙结晶啊？啊，不知道找什么龙结晶的啦。我小猫通通都在龙结晶。没错。然后去找金银火龙。金银果，接了。猫的天气预报，猫的探索好天气，我的天！
有拔人将这种东西啊？没有吧？我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，恭喜你没被丢包，还没有被咬死。我刚看到我滚回家里的时候，我想说，所以我刚刚是死了吗？啊？你没有滚回家，你一直都在家。啊。有人吃猫的报酬金，结果你猫车回来没事。哎呦，没有啦，会吃。重点是，刚刚的雷二龙会瞬移。刚才雷二各种超很顺哎，还是很恐怖那种。顺到 A 点，顺到 B 点，顺到 C 点，又顺回来。因为我那时候勾的勾爪勾到之后，突然一个次元。顺过去，他可能也是雷之呼吸一之行使用者。哎呦，是霹雳三闪，霹雳一闪，他会三闪。没有没有，那是强化过后的。等一下哦，一小时灵气，为什么跟善意一样的招式呢？洋洋接任务吧。好。雷是接是是参加任务哦。啊。想说下去看一下进度，那下去的时候，哎、欸，他装好了，所以就不是说一小时，对啊，比预想的没有，那些都是那个啦，当然就是对对对啊，当然是都会给个预估啊，如果你超过的话，还有得奖啊。我们之前做人起来做什么都会说大概要装一个小时，结果我们也是大概30分钟、40分钟装好了。上次我装猫门也是两扇一个小时就装好了，原本预设是一扇一个小时。嗯，给个缓冲时那个数据，都还压就不会被业主骂。他说：“哇，你们效率好棒哦！”对，收久一点，这样子实际做起来是比较……嗯，怎么说？装个门要6个小时，你骗我？装好了。嗨，哎嗨，啊，就我一个人在这。我们这有矿吗？我们这有矿吗？我有，没矿啊。我这边是长火龙的附近啊。他在哪边啊？他在内内湖。你要干吗？是。你要干吗？你要干吗？他在里面的窝啦。老样子。对啊，哇！可是没有石头哎、欸。我有带菲力。我也有。菲力牛排。叫爽没？有叫到了。没石头喽？哦，有了，地上有。感谢江江。你就当作是我自己需要就好了。飞爽没？啊，你中毒爽没？爽，好，给你爽。太远了，抱不到。啊！发生什么事？啊！跳下去啦！断尾了。哎呀，我跟他在搓啊。对啊，我在跟他搓、啊哦。尾巴呢？搓、啊，尾巴在下面。嗯，尾巴掉到地上。结果。哎。郡主跑啦！七成的，骑得真好。哎。尊重。哎，怎么飞上去了？挖尾巴，这里面有气虫啊！挖尾巴，挖尾巴，挖尾巴！他倒嘞！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来赢下来！火龙的红利，队友都废物，队友都废物！在挖尾巴啦！哦、
好在抓丛林始祖鸟啦。哦，我看到始祖鸟了。等一下，我回避没看到。这边是可以补啊。哎，他跑下去找繁星，而且是用跑的。还冲他笑。到底？哎，他下来，他下来，他又跑上去了。啊，找节操啦！你到底是龙还是